教会给我们关于团契的机会，到这边来献诗赞美我们的神。我现在趁着我们团员还在排队的时候，我给团契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我们团契的成员是大部分住在奥斯汀西北区的基督徒家庭，啊，多数是来自台湾。啊，我们现在约有20多个家庭一起的参加聚会跟团契的活动。我们聚会的内容是查经跟专题交互进行。然后我们暑期的时候也有团契郊游，冬季配合佳节有团契大聚餐。我们团契聚会的时间是每一个月的隔一个周的周六晚上，在家里进行，每个月的第一次的聚会，我们有大聚餐，聚会的地点是轮流在弟兄姐妹家中进行。团契是一个非常有活力也很有爱心的团契。那我们团契历史悠久，团契的契友感情很深厚，我们在真道上一同学习，我们在生活上也彼此扶持，共享主耶稣基督的爱。这个爱呢，是充分表现在我们聚会以后丰盛精美的点心上。每次聚餐桌上的佳肴非常的丰盛，各家都有大厨名菜进出，我们不但是切磋厨艺，我们也吃得不亦乐乎，经常是忘记了要节食。如果你们正在寻找团契，希望你们能够来加入我们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要特别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乐团。我们这个小乐团是为了我们今天的献诗临时组成的，他们是一群我们团契的子弟兵，也就是团契会友的孩子们。我现在就介绍一下，吉他手 Peter 红是洪明祥跟简慧玲的孩子，Ben 杨是杨金玉跟雷少梅的孩子，电子琴手 Angel 杨是杨金玉跟雷少梅的孩子，鼓手 Justin 张是张先然跟居家慧的孩子，还有我们的指挥兼吉他手张先然弟兄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的献诗。今天我们所要献的诗是《我的救赎主活着》，愿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神。Thank you.
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永远活着，我的心不再忧愁。